耶，伙计，我这撩不？我是拉子这儿是那黄昏的。嘿，走。嘿，走。是你的。来，我来呀。你来嘛，你来，你来。哎，把这个提到。我给你问一下了。哎呀，你查早饭没有？来，人家说嘞，老公没有回来，我都把菜都劈。但老公一回来，我菜都劈不动了，嘎。看来这个啥子，女的还是要撒娇了，嘎。你在这撒娇嘛？你在这月季在这办的好嘛？啊。在这之前，你都用少点，挺安逸的。烧完你又劈。你这是牛肉啦？管着牛肉安逸，这娃儿回来在屋头还家。你都买回来啥子弄啊？哎，娃儿，我喜欢嘛子吃嘛就嘛子弄噻，一边将就活。我要将就你，好爱牛。那肉是俺爷的，发了那把甜脸林子那一块。你给我拿两袋那番茄调料进来嘛，那小娃儿好喜欢吃了酸甜酸甜的。这把它切成坨坨，切大小合适的。没调料，要不要来一坨？啥东西要不要来一坨？冰甜的。真的冷大一半你还给两个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你要不要？不要。咋回事？往那儿好酸，哪儿好酸嘛？如何？不酸呀。不酸吗？啊，加个烧燃喽，烧燃来把锅洗出来喽。还吃到这个半杯，那洗衣服嘛就完了。再把牛肉焯个水了，把它姜、葱、料酒，好的焯水的牛肉捞出来洗一下。锅烧来，加点油，油热呀，姜、葱、蒜炒一下，把牛肉，再把这番茄调料呢倒出来了。这一头是两小包，这水分调干过后就把这两包调料倒进去。那牛肉烧的少的话都可以用小袋就够，如果那屋头人多，烧的菜都更多，要两包一起。再把它穿匀，再加水烧起来，再烧着牛肉多加点水，烧趴点。好，让你来烧球，我去看看两个娃儿，看在咋做。烧小人好了火。嗯。看看烧正就要的了不？这烧火的人又跑哪儿去？哟，这汁水都没好多得了。要的了，还少留点汤汁。来点香菜吃吧。八里山女子哪儿家要吃饭喽？来喽。要炒菜了，妈。嗯，要的。小二货要不要点这个汤汁儿？爸爸，那我给你舀。舀酸甜酸甜的，你都喜欢哈。嗯。你还给我一坨，我一坨我要哈。哎呀，妈来点吧。嗯。这是炒排的时候了。嗯。老婆来。不。来妈。我在舀的碗里吃，你在外人的，是、啊、吧？哦，对。来，大爷。哎呀，客气，好好，不说谢谢，谢谢，这碗好吃啊，真的嘞，下次买五斤，涨点四斤，够了，就这样子，啥子都要吃，差点点才没，来点汤汁，来汤汁都可以啊，嗯，这牛肉真安逸，过年我就买条牛来喂嘛。你去放牛吗？哎，大人这屋头不是下条小牛吗？还能把这条小牛请来，到时候喂费一个人一半。你搬到位不？搬到位，让咱一个人一半啊，到时候。人家买那会儿在屋头喂的，你还拿起来？我跟你说，要喂牛你就喂，我是不得喂的。我那小的孩子和牛我是过不了的。早我就想好的了，把那牛请回来喂几天，然后请你搞你老汉儿去，又打平和嘛，到时候又再分了一头一身。